低于嘞。风车的转速有点快哦。第七支。正常的啦，一定有的啊，哪会无？一定有细部的啊。
卖啊？你卖啊？好啦，我帮你留啦哦。南边其实比较好，可是浪太大不好钓了。摸赢的摸嘎。但是原则上是大部分都会嘎啦。是哦。
拢钓钓的特定的时间尔啦。伊拢伊知啊，伊伫遐住啊久啊，伊都嘛知迄位当时的家，几点的家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若一只钓一，大概拢一只钓，钓一年看嘛，你就专家，你就知只的什么鱼啊，当时的家，就这简单尔。看就好啊，啊就订阅，啊伊就是爱人订阅咩，伊就是爱人家订阅咩，黄尾瓜啦，几啊鱼啊，当钓较大尾啦，今日细尾啊。啊嘛袂歹啦，嘿嘿，我咧安尼，搁等一时啊啦，还搁一点钟才看会到哦。今日嘛袂歹啊，今日食退水哦，还袂使钓啦，啊人偷钓啊，啊伊迄今日拄到警察的时阵嘛避开，啊警察无啥会抓啦。看来有较大尾一挂，我退一时啊就摕到啊。气炎热，今天的钓况就如上了，巧遇钓友啊，小聊一下，好啦，有机会再来调查吧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